老大的蘑菇头，台股是不是也要做头了呢？欸，你这个不吉利，可是很恐怖耶。台股惊爆4800亿的巨量黑 K， 还有4800口的外资空单，今天一天增加这么多啊！欸，将要跌到何时啊？欸，好像都是 AI 害的。伟创、广达、创意跌停 ，AI 股将做头啦！欢迎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飞飞飞！呜、哦，大家好，我是蘑菇 Coco， 我是整整过程。嘿，来看一下，呜、哦，嘿，台股惊爆巨量黑 K， 将跌到何时啊？哎、欸，这个量4800亿，快5000亿的量，就跟外资期指空单一样，哎、欸，一下子暴增了快5000口，也是增加在4800口。对，哇塞，这个爆量，然后期指空单也暴增啊、嗯、怎么这样子？还有伟创、广达、创意跌停啊、嗯、，AI 股将做头。哎、欸，你这因为你穿这衣服是做头啊？对啊，你看我头很大。你看我们福利社，你看多厉害，哎、欸，代表我们是很及时的、欸，没有像这样的，哎、欸，头打一下。欸欸哎、打头，这是即时打头，惊爆巨量大头。哎、啊，好、欸哦，这打头不会是 me too 吧？还好吧？不会啦、哦，不会哈、哦。那今天要吃什么？什么头嘞？今天吃什么？今天吃好大大鸡排。哎、欸，好大大鸡排，网友们说就是他都吃粉呢、欸欸。我看是粉，有一点点粉味。嗯，还有全部都粉呢、欸。哦、啊，嗯，会不会我们讲了下去以后声音就变差？你要我说实话吗？现在比好大炸鸡排好吃的炸鸡店很多、啊。对，不行啊，太干了啦。嗯，你看我们讲话是不是很实在？那至少它是创始于1992。那个没有用，不好吃。现在一堆鸡排比它好吃。嗯、上礼拜你记不记得那家炸鸡店什么炸鸡？你记得吗？那个库克斯。那就比它好吃多了。好、嗯哦，虽然它不是鸡排，鸡排比较满足，好吃多了。嗯、我把皮剥掉，我重新吃。吃那个肉好了。嗯，肉这个肉感觉好像是那种。就是打成长激素的肉，嗯、你也觉得干干的哦。我觉得家乡好像略胜一筹哦，家乡好吃哦，嗯、家乡炭烤对不对？突然想起来，家乡好吃，什么略胜一筹，略胜十筹啊！来，这就是我们福利社的优点，来看一下，来三大保证，三大保证，第一个不推量小的股票，我们没有推量小股票、哦，我们不会出货给你哦、嗯，我们更不会配合主力出货哦，不会都是有价有量的，不会哦，你可以来质疑我们哦、嗯，我们不像别的节目或者有些连线怪怪的哦，突然给你拉起来哦，给你那量小股票哦，嗯、给你制造第一根，那你觉得现形很漂亮，再倒货给你，不会，不会、哦，我们福利社为什么点击那么高，就是因为我们三大保证，坚持、嗯、是坚持，而且不会业配，都不会业配了，哈、哦，我们鸡排也没有，以从以前到以后都不会业配，对，好不好？哈、哦，不自助行销，所以这个你看，这个鸡排就不好吃，我直接告诉你不好吃，不好吃，好不好？干干的，干干的，而且我说老实话，我吃到这种不干净油，我脸就会开始不舒服了，你是不是开始发痒了？现在，对，你也有点痒，还没，我还没那么干，对对对，我觉得它的油不干净，说老实话，嗯，好不好？啊、这个如果好大大鸡排的老板看到我们，记得哈、哦，那个赶快哈、哦、油干净一点，油我觉得没那么干净啦，哦、嗯，跟麦当劳油比较起来，我觉得没那么干净了哈、嗯哦。我自己觉得，至少我觉得不好吃，粉很多。我们讲公道话，所以我们用自助性行销，我们不会业配任何 ETF 及股票哦。所以我们讲话是非常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，是的三公好不好？秦老师，接下来请教第一位哈、哦、专家啦，因为巨量啊，我们要找那种身材很巨的，巨量的、哦、超巨的那种，嗯、就是那种巨吗？蜗巨那种巨的嘛。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种很巨的，肚子很巨的。来，哦、林玉凯分析师你好，老师好。我应该就是整个体态很壮、啊，像巨石强森那样子 的这种吧。你都吃完了，还没吃完啊，还有一半。因为其实刚刚哲哲讲到说这个，觉得豪大大鸡排很有粉味嘛，我以为这是你喜欢的。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喜欢昏迷的吗？最好笑，最好我讲这个啦。他每次乱挖我洞，他们假借的跟他认识有没有10年了？哦，然后假装好像认识我，然后这个掺插一些的昏迷耶。我已经跟你讲，我不喜欢昏迷的很久了。不喜欢昏迷很久了。对啊，这样讲也不太对，代表曾经有喜欢过。不要挖洞给我跳了。来来，林玉凯分析师，那不要介绍了啦。哎呀，好啦，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小鼠 WIN168888，这福利社是歌神等级的哦，选股也很厉害。哎、欸，听说最近选股冠军了，哎、欸，冠军，谢谢大家，厉害哈、哦，是厉害哈、哦哦，来来来，
好、哦，那这个是老师的 LINE 小老鼠什么 WIN16888 也蛮幽默的，好不好？是老师也蛮幽默风趣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第二个、欸、也更是厉害，是多届全国冠军的啊！嘉颖老师你好，这位老师好久不见 ，Long time no see、欸。大家好，子泽好。嘿、欸，大家好，老师最近这些 AI 股有没有觉得很紧张？还是这个炸鸡排有什么想法？嘿，这炸鸡排。看起来好像还蛮大的。对啊，哦、好吃吗？老师的脸，老师你吃一下，都是粉哎、欸，你吃一下还舔一下嘴巴，对啊，对啊，是不是都粉？嗯，你觉得都粉吗？很硬，很干，不是不好吃，是干掉了。哎、欸，我不太好吃说老实话好不好？他不是豪大大鸡排这个名字取得好，我真的觉得很。他有倒的机会，所以我在讲很讨厌。不是啦，因为现在比鸡排比他好吃的真的多。你自己，我们说实良心话，你觉得他现在鸡排好吃吗？十年前你可能觉得好吃，对对对，现在随便一家鸡排都赢他啦。对啊，因为他只是大而已啊。只是大哦，你自己说，连玉凯这么不挑食的人，还就只吃一半，还是没吃完？我会吃完啊，你会吃完？我会吃完啊。你真的不挑哎、欸？但是真的还好。真的是还好，全台湾最不挑是你耶，没有那么夸张，没有那么夸张，还有更不挑的，等一下就会介绍出来。台北那个不挑，对啊，台北零不挑就是你啦，对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嘉颖老师，你觉得还好吗？喜欢吃鸡排吗？嗯，喜欢吃鸡排。可看起来您只吃一口哎，是啊，我有点硬又有点干。对，跟我一样，我不想吃，好不好？我也不想吃，好不好？好，是谢谢老师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请教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 LINE 没有，你的 LINE 有没有问题？我们请教一下，我们老师的 LINE 是多少？小老鼠 WIN168，我已经不是WINNER 一啊，W I N，你不习惯当赢家啦，没有，是我讲错，最后讲错，小老鼠 WINNER168。专家颖老师的 LINE 哈，专家颖老师的 LINE 好不好？赢家，这个人他名字取得不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赌场里面，专家永远是永远的赢家、哦，对啊，专家赢，好不好？这是老师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请教，来第三位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人头对不对？大对不 對, 对？第三位最大头有大头症的分析师，谢承彦古怪教授，陈毅老师啊，大头症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在哪里哟？找不到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你不讲大头，你终于承认我大头了，是不是大头症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呼呼，下雨不愁。哦、对 對, 对，这个真的很重要，找不到，找很久，找不到，对，不是找很久了，我在跟他聊天，你懂不懂？好、哦，刚才讲鸡排对不对？实际上这种比较又大又硬的这种哦，这属于新口味了。哎、欸，是吗？对，以前我们年轻吃的那种鸡排属于旧口味，我们都要旧鸡排啊，那种是比较小。然后比较湿润，没有这个比较算旧的口味啦。对啊，现在这种生长激素比较，我觉得哦，那这个已经算旧鸡排了，对不对？它肌肉又柴，这已经算旧鸡排了。嗯，这已经算旧了啦。真的，说实话，你真的不会喜欢，你相信我。福利社美食上礼拜五你也吃到那家嘛？那家炸鸡是不错，还会滴油啊，是不错，对不对？就大嘛，就大而已啊，没什么。大而不当。对，大而无用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不许你这样说，可以，不许你这样说，你没有大，对不对？你只大头而已，对不对？但你说干是确实，可能因为我觉得肉啊，但硬没有想象中的硬、啊、哪有很柴耶、欸？对 对, 對，就是虽然大，但是也没那么硬。你自己花钱买，你会买吗？当然不会啊，他讲话蛮实在的，好不好？这种福利社就很实在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老师的 LINE 下一个，哎、欸，老师、啊，对不起，忘记他。对他头太大，欸、你是很认真哎、欸，你不要跟玉凯一样好不好？不是在写，又在吃。对啊，我叫谢不挑、哦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谢不挑，谢不挑，谢不择。小老鼠 GP 520 GP 我爱你啦，好不好？啊啊，那个 P 是什么？是 Professor， 那 G 呢？啊？G 是什么？就鸡排的鸡排的鸡，鸡皮啊，鸡皮五二零。好，鸡皮五二零。小老鼠鸡皮520。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，它大有很多都是皮跟粉。嘿，其实我们已经下一个话题了，不要浪费我们时间。好，来吧，福利社先解盘。哎、欸，你讲福利社解盘，老师先解这个盘啦。那为什么、欸？因为现在股票跌很凶嘛，对、哦、对不对？欸欸、不如给庄嘉颖老师讲赢家版的。哎、欸，然后赢家版的，嘉颖老师念一下好不好？本来现在赢家版变输家版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买进什么？买进伟创三代、欸、哦，买进伟创三代兴旺，拥有光宝入住地堡。老师听起来很不错哎、欸，嘿呀、啊，暴劳技嘉、立业、立业成家、加码广达、飞黄。好，老师我帮你念没关系，重压尾影啊、哦，退休三影，大买双红，一路长红，哇！好，听了以后你就变赢家啊？结果现在变怎么样？伟创看一下走势图啊，当然走势图。今天真的很惨呐、啊，来来来，今天跌停呐、啊，哇！所以变什么？买进尾创怎么样？
哦，来，我们看顺口溜，买进伟创哦，身心受创啊，悠悠关把秒变三宝，抱牢记家找不到家，哦，好惨哦，加码管达哪带阿达阿达了，重压尾影死人神影，大买双红见血落红，血落紅啊，这一句话最后陈彦老师最喜欢的，哎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嘞？不好意思表达，都要 cue 我这个還，还有第一次有尴尬的时候啊。这个讲下去，真的今天整个都被剪掉。怎么让伟创也不行？哦，还有创意也很惨呐、啊，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听说今天是创意的法说会造成的，我们先看创意的股价好不好？我看创意股价今天的走势图，哎、欸，一架锁死了，大盘就被它拖累了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。可是我们一切一切，我们是怎样？我们福利社有抢先预告在前面哦、嗯。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我们怎么抢先预告，上礼拜我们福利社独家、哦，因为法说会，最要看我们节目嘛、嗯。你看啊，今天台股大头了，马上做个头，马上做头，马上我们都知马上最新的节目、最新的题材。我们那时候怎么预告说今天哎、欸、可能创意？可能会不行的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两位老师的 VCR，、嗯、请看 VCR。因为礼拜一有点危险，我会变成是一个短空。然后呢，但是如果就中长期来说，因为他其实有说到这个订单的话，他情愿让他去做递延，所以我要看一下说他到时候递延回来的效果。创意它是大幅劣于市场的期待，所以跌幅应该是会比联发科还要来的好。哇哇塞！哎、欸，老师真的讲在前面，福利社老师讲好清楚。哎、欸，然后告诉我们创意今天凶多吉少 啊！哇，结果今天创意果然跌，今天创意跌的影响其他的一些绩优股啦。嗯，我想请教两位分析师，哇塞，你们两个都已经抢先回答了，会不会继续跌？请问一下，创意还会继续跌，会不会影响大盘？我们今天，哎、欸，我陈彦老师算了，你想选谁啊？我跟你讲，我选玉凯老师，你知道什么？不是。因为你没有创意，你没有创意啊！我很有创 意, 你有創意，你看我很有创意，你是全台湾最没有创意的人。我除了 follow 你的梗之外，我很有创意的。你就是学我很有创意的，你什么都学我梗。我的创意就是 follow 你的梗啊，再把它改编变得更好笑。哦，把别人创意变成自己创意，哎、哦欸，所以你有创意、哦、是不是？好，听你这样讲，好，我决定了，决定先给你旁边的人讲，来，立刻老师怎么看？好，我先给你旁边人讲，看一下创意的 K 线图。因为其实最近我认为说很多是涨多的股票在做拉回，那其实这涨多股啦就被获利了结，我认为这个也是正常。那创意我们再缩小一点点，其实现阶段我认为说先观察啦，就是说在季线的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守得住，因为其实季线会慢慢的往上垫高嘛，同一时间大概也回归到前波的这个盘整区，大概1650的这个位置，我觉得现阶段我们先观察这个地方，好，其实说不定有机会像智源一样嘛，横盘整理之后呢，哎、欸，如果这边能够做个底部的话，其实也是有机会后续向上做表态的。好，有机会后续做一个表态的动作，这创意你就有机会啊。我觉得要先看止稳，哦，季线这边先做止稳，哦，对，止稳，因为现在行情还算是热啦、嗯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止稳我不知道，我这边倒是有个止痒的啦，好、哦，再拿出来给大家。止痒棒，我们 对啊，就是准备一下，好不好？吃点开始痒了，刚刚小韩帮我止痒一下，来来，好、哦，赶快来，不然我们好痒哦，哈、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好、哦，这个止痒的，所以台股要止稳，那你觉得创意是领头羊？我觉得它算领头羊之一哦，当然其他的技嘉、伟创、广达也都叫止稳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就问一下，我们这样子抓个羊好不好？好，好看我们摄影棚什么都有，好不好？因为有时候录到一半要抓羊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陈老师，那你止痒的、嗯、不是你有痒吗？不是你痒不痒？创意怎么看啊？会你觉得一时行情、一日行情，像玉凯老师讲一下子而已，还接下来还是会再跌？基本上，因为创意来讲，本益比太高了。基本上季线要止稳。基本上季线有没有止穩？哎、欸，其实他脾气不错。好了，跟您说啦，我、啊哦、就季线要止稳嘛。嘿嘿，这样有没有创意？我抗议，他抄袭我、哦欸。上次你自己讲的啊，说当主持人只要把来宾讲完的最后一句话再重复一遍，我发现真的是这样。你不是主持人啊？哦，我今天不是主持人了、啊。哦，我忘了。所以他没有创意啊，季线止稳啊。哎、啊欸，可是有个问题哦、喔，这创意这季线止稳啊，你说这 OK？ 可是他有个跟刚刚问题哦、喔，往外面拉远点的哦、喔。他以前都是沿着月线，你叫我像看季线。嗯，怎么办？嗯，不，我讲一个，看一下光宝科好不好？帮、嗯、我敲一下光宝科好不好、嗯？其实我觉得今天让我觉得感到中间突然之间有点嘎轮顺的是光宝科。哦，我懂了，因为它从高到低，从快涨停快到快跌停。对，因为早上在看的时候，我想说，政府最旁边看，哎、欸，这个哎、欸，你不知道你以为是哪一个那个瀑布尾黑、啊？哎、欸，真的啊，哎、欸，差点要去冲凉，我想天气这么热、啊啊啊，对不对？欸、哦，我准备要躲在这个底下、欸。不过我说可怕的地方是真的让人家吓一身冷汗、啊
因为我想说 AI， 你看至少我那时候还想说光宝科还撑着，嗯，哦，结果也挂了，嗯，所以短线我是觉得 AI 的热潮确实有一些卖压，但是就长线来讲，我们对产业没有疑虑，但是这种卖压，我觉得还是短线上还是不要太掉以轻心了，啊。非常惊喜，好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讲过嘛，大家参考。我觉得十日线啊，是你觉得是月线吧？不论怎么样，你是月线吗？是季线吗？季线。那我问你一件事情，现在来了伟创，我，哦，不要让他抓痒的，三二三一伟创，伟创你不能用季线吧，老师？你一季线你这边太远了，哎，啊，今天88块，啊，怎么看？伟创的话，以相对强来讲的话，当然先看月线啊，月线嘛，或者是十日线嘛，对，因为其实伟创的领头羊的效果更明确，嗯，那当然它一定是最强的。而且现阶段你说它也是一个高档震荡的格局，还没有真的有这种跌破的多头的疑虑啊。我认为目前来讲，伟创是这个样子。那伟创老师，你觉得至少要看那个先看月线，月线嘛，嗯，甚至我们之前福利社讲十日线也可以，我们十日线来看一下。好，像这么陡的就不要看季线哦，记得叔叔练过。你看这边十日线，看到刚好跌破，那，啊，怎么办？陈老师跌破十日线的。对啊，跌破了就破了，啊，但是这里面有重要的，如果长期追踪我们这个福利社的福粉啊，都知道我们一直提醒大家，一旦破十日线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场区。如果这么强的走势图啊，要么就看月线，要么就看十日线。那跌破怎么办？站上去再说，下去再站上这条绿色再说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来看看大盘，我今天解比较久，那大盘。老师怎么看？我今天好丑哦。对啊，我以为你说我太丑，要先下去请。不是，我是看陈彦老师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会吗？哦，那老师，我们上场请老师来解一下大盘好不好？玉凯老师，你们解一下。哎，老师，这个大盘哦，跌147点怎么办？好。啊，那我认为啦，因为我们待会会看筹码。对啊。可是今天如果我们先单纯以这个技术形态来看。高档爆量长黑 K 一般来讲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表征嘛，嗯，可是我个人认为说反而不一定。各位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？嗯，7月18号这边也是一个高档创高之后拉回长黑 K， 而且它是爆量的。可是呢，短线整理之后它又创新高了，而且当时这边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月线标出来的话，当时它是拉回守月线。老师，可是那一次伟创、广达、人技嘉都没有，那次没有那么惨。可是我认为说，因为当然位阶不同，嗯，他们持续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，本来会诱发的这种获利了结的卖压会更明确，嗯嗯。那我个人认为啊，就是这一波我不会到这么悲观，但是整理可能是必须要的。嗯，我个人认为是整理啦，那不至于到多头结束。我个人还是偏向正面的一个看法，偏向正面的好不好？是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往下。那上柜呢？柜买呢？柜买当然就更弱一点了啦，因为其实柜买从上个礼拜有点这个破底的状况之后呢，其实这个形态已经有点被破坏了，嗯，目前是有点这个底一底比一底低哦，头也是一样，头越来越低的这样一个状况发生，嗯。可是我认为说这边还是要用加权来带动柜买，哦，否则的话柜买比较不容易出现一线生机。好，谢老师说头越来越高嘛，头越来越低，头越来越低了，头低怎么办？是头低，嗯，就是比较稍微负面一点点。所以上柜柜买要小心一点。对，我认为加权要来带柜买。老师，可是现在很多人还是紧张，你觉得你自己觉得好的话会维持多久？这个就是会维坏的情况维持多久？坏的情况，我觉得大概顶多一两个礼拜。一两个礼拜很久哎，欸，很久，你看很久吗？对啊，哦，横盘整理一两个礼拜算还可以，不是说一直往下破一两个礼拜，是说大概整理一两个礼拜。那好了，那我们刚才技嘉、广达、伟创，你觉得现在要不要追？觉得不要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暂时不要，先站上十日线或者站上那个月线再说嘛。是的是的，那有些比较十日线、月线那边站稳的，我们就看季线嘛。是，哦，可是你不能全部都破了。对，看十日线，看十日线，哦，看季线就看季线，看月线，看月线。不能一直乱看了，好不好？一直变换一个规则，该走就走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好，外资卖了88亿。对，我相信今天外资现货应该是卖了不少啊，应该不少的 AI 股票是他获利了结的，这应该蛮明确的。嗯，那同一时间呢，他在这个期货哦，这现货丢嘛，当然期货就来做空嘛。4800亿的量，对对对，4800口的空单，4800口的空单、嗯，我觉得这是有点同步的味道，嗯，等于说这边他认为说可能短线上台股真的是有点过热，哦，涨幅有点过大了，嗯，所以他在这边呢先进行一波获利了结，那同步现货就带期货了嘛，嗯，这也算是正常的现象。那接着一样的结论，我认为说未来1到2个礼拜让台股震荡一下，回稳之后呢，其实也不排除说多头还是有机会蓄势待发，再攻一波的。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。谢谢老师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希望是如此的，不然到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赢家版跟输家版的，是是是，买进伟创哦，怎么样？三代兴旺，哎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
这个没有押韵哈，除了这个旺没有押韵哈。旺有昂昂啊，昂跟昂，因为昂恩昂啊，对，昂昂不分啊，对对对。买进稳赚三代兴旺，买进稳赚身心受创，希望不要变如此如此啊，用如此用地保入住地保，用官保啊，用官保入住地保，用官保这样秒变三保，三保啊，是是是，哦，希望不要变如此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接下来老师那。这个听说 AI 还是有一线生机，还是有的，因为看这个星云哦，还是涨。是，哎，那你不用那个不用破梗了吧？3583星云我都知道了，哦，这么容易就知道了。啊，一五什么叉叉，一五叉叉中叉，中叉嘛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哎。啊，你刚刚私底下不是这么说的，是不是？通常中后面你会接别的字，乱讲，我最好接个梗啦。你录影前两分钟才来的，这是没有弄到你，在乱挖活动嘛？我不承认老师，好吧？好，来，好来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因为这个台积电说嘛，我要跟流台湾，所以呢，抢盖这个 CoWoS 厂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 CoWoS。可能这个标题呢，你新闻看多了，可是你不真的真的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哦。来 ，CoWoS 封装之多少？那 CoWoS 呢是叫做这个整合生产的一种先进封装技术。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 Co， 一个就是 WoS。Co 对。好，那哲哲你知道这个 Co 是牛嘛？母牛。母牛。那你知道牛前面带的那个铃铛叫什么吗？母牛带铃铛，对，它牛前面都会带一个铃铛嘛，在脖子前面。我不懂。Cow bell 啊，对，这个好没事，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所以你在讲台语就对了。哎，我在讲台语。对。那我要笑是？陈彦老师不许笑。哎，其实我有懂他的梗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还不错？对对对对，还行啊，还行。好，继续继续继续。但是这个转换需要一点时间，需要一点时间嘛。对对对，其实不是每个人像你天分那么高。对对对对。但你要懂三种语言呢。对对对。英文、国语跟台语。对对对。这不容易。对对对对，好，继续，还有什么？水准哦。好，继续哦。好，那我们来讲。那我跟你讲，那如果母牛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他现在心里不高兴，他想要抢一个人反扑你，但是想不出来，这就会陷入这种尴尬的情境。他就没有创意啊，对，就没有创意，还敢讲别人？他每次哎，我想不出梗的时候，一直刁我，一直刁，一直刁。哎，不要吵。那是靠对不对？如果看到那个，刚才我讲，我就说靠，你就讲 OS。不是看到那个熊，两个接在一起了，怎么办？生出来小知道吗？牛跟熊 ，Cow Bear， 对，有比较好吧？我的 Cow Bear 比较好吧？好，没事啊，没事哦。好烂的梗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们节目有时候很不专业，看起来不专业，其实我们是最专业的，好不好？只是我们节目的宗旨是专业又搞笑有趣，好不好？是是是，寓教于乐了。靠的靠是什么？靠就是把牛把晶片堆叠哦。那这个 WoS 呢，就是把这个堆叠的晶片呢封装到这个基板上，所以说它是一种 2.5D 哦，甚至说讲 3D 的一种封装技术。因为其实你一片晶片可能就这么大哦，你没有办法在一片晶片上面。等于说你一直拼接，一直拼接，那个就会太大嘛。现在都讲要这个微型嘛，所以就只能做堆叠，一直往上做，就叠叠叠叠加这样子。那这就是一种技术，所以说它的优点呢，就是可以利用这个堆叠整合 CPU、GPU 和这个 DRAM 等晶片，达到缩小面积、节省功耗和成本，以提高晶片效能的作用。哦，所以说呢，适用于现在嘛，我们讲 AI 或者说高速运算啊 GPU 这种类似的这种晶片封装的一种技巧。好，那我们看另外一边了。好，那效能呢会大大提升哦。其实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比较快。看图解最快，有点看不懂了。对，哦，对对对，啊是啊，这怎么看一下？好，那其实我们要看第一个重点，他就把传统这种 DRAM 呢改成 HBM， 也就是高频宽的这个记忆，我会读到你哦。嗯，对，来，高频宽的记忆体，好，所以效能就更为提升。同时呢，因为晶片之间的距离拉近了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么远，我们无法沟通。但如果我们两个，你好辛苦哦。我如果上跟下，因为我知道哦，我懂啊，因为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东西啦。对对 对, 對，我们在录影前讨论东西，因为这个为什么上下堆叠好像比较近？不是，是我们靠近比较近。要靠近，我们两个靠近这样比较近。你看啊，如果我们两个是这样上下的，对不对？你在上面，我在下面，对不对？肚子先碰到，肚子先碰到，肚子先碰到。今天不是断背山，何苦为难男人？今天不是肚子会先碰到，他肚子先碰到，先碰到的不会是肚子啊？放大放大，所以这边会有空隙。对，这边会有空隙。对 对, 對，就是会有一个东西，这是你的问题，不是问题。都叠加了，对对对，所以这边有空隙，可是在旁边，可是没有空隙。没有，就是肩并肩，这边就可以堆很多。对，它就是肩并肩的概念，好不好？大概能懂吗？对，传输速度就会比较快一点。对啊，如果是靠近你，就没有肚子问题，不舒服，站下就有肚子问题，不舒服，不舒服啊！哈哈，你来讲啊，我只讲到这个东西而已。你来靠着啊，对吧？不是我怕这个顶到你，不要那个，你不要母牛上的铃铛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好好，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概念，跟大家简单做一个说明。哎，你笑得开心啊！哎，他这个梗接的比你好了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他真的很在意一个梗，
不错，所以他想办法要挽回一层。其实我的梗是好的，对，只是实际出来的不好。对，我说你不要母牛上的名单啦、啊，这个不错，用的是不错。所以这一集要从头看到尾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想不要跳，不要跳太快。好，我们直接看下一页有什么股票，我们要看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星云呢，3583，其实算是最近这一波整个台积电设备厂。应该算是最彪悍的一档股票。老师，那为什么 AI 一定要 CoWoS？ 因为第一个我们就讲说， CoWoS， 因为它效能要提升嘛，比如不论是高速运算或者 AI， 它的效能是以前的，然后体积也要提，也要缩小，体积也要缩小、嗯，所以它就必须用这种堆叠技术，然后才能让数据更快、嗯，也是更微型、嗯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这一波呢，台积电跟流台湾呢，就是把这个 CoWoS 这个商机就带动出来了。嗯、那星云来讲呢，它是半导体后段封装湿制程的这个设备供应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走势好了。嗯，好，其实这一波走势，我们就说今天它都还在创新高，表示它有多强。今天其实很多 AI 股回档，其实没有回档到它。哦，盘中一度有翻黑啦，可是到最后呢，收上来还是收涨了，还是创新高、嗯。那前六个月的营收呢，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了。嗯、去年获利7.08，哦，这也是历史新高。那今年第一季获利1.8元，其实也不差，今年是有机会超越明年的。嗯，应该讲啊，目前业界预估是一定会超越去年、嗯、所以我认为说这档股票虽然说短线涨很多，可是还是值得留意一下，它算是这个 CoWoS 里面的领头羊，数一数二的。可是 Q1 1.81哦，乘以四季的话，这7块8块，是七块八块，这个三几倍本益比哎、欸欸、对，现在都大概30几倍了，会不会太夸张？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是市场热度是够的。你觉得它是涨未来的展望吗？是不是？我觉得涨未来本益比嘛，现在本益比不要赚不了钱，好不好？是的。好，看本益比的话很难做了，好不好？很难做，好不好？你买不下去。是 是啊，老师，你那个一个大头症的女生有问你问题。哇，头好重啊！老师，我脑子一堆问题，因为头太重了，我要来抒发一下。老师，我想问啊，因为科瓦斯、欸、你是感觉电头发，你知道那种不是电头发，是我东西呼下去的。哦，那不是他上次戴的那个浴帽吗？对。头很痛，很重，我一直摸。哦，难怪他都不摸，对啊，對这样效果会好一点。来，我喜欢被摸。你可不要，你不要用搓的方式好不好？对、啊，不舒服。摸啊，好，老师 ，CoWoS 的产能因为还没有跟上需求嘛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适合做长线的还是做波段的？我觉得这每一档股票状况长线或短线的哈，长线或短线，波段有些人觉得是比较长的、哦，对，因为其实我必须讲，每一档股票状况不同，像星云来讲，它是一路都在创新高的、嗯，那这种如果你是现在没有的怎么办？有的当然续报，但是没有的我就会建议要短线一点。如果说你是追高的，那当然我们可能就看个，就像伟创嘛，其实你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走掉？因为有人当冲看不清，他砍掉啊，那就砍掉啊，他敢砍啊，啊你不敢砍这种股票，你就不要买伟创这些股票，没有错，因为涨太多。我们之前讲乖离过高嘛，江老师、老师其实玉凯老师都有提到，你乖离过高的情况，你是季线，你这个季线这么离那么远，那月线离那么远，就是有危险啊，好不好？季线这么远，然后月线这么远，就有危险啊。所以星云是这样子，是的，还是看好。对，还是看好，但是周期来讲的话，取决于你进场的价位跟你挑选的股票。好，老师啊，这边就不要，那我这边用十日线，用月线，用月线这个季线看起来好像不太好，会不会太乖离太远？哎，现在是不是应该用十日线来看？我会认为说，以操作星云来说的话，十日线会比较贴切一点。好，就是你不要找那种乖离过远的，用十日线的，像伟创一样嘛，这件事，我们十日线这种最强势的股票，星云够强势吧？几乎不休息啊，涨2倍3倍。是，再看一次伟创哦，好不好？看了以后不会身心受创，十日线沿着跌了，跌破了就该走 了，是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下一个，来，好。第二档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沙了。是，中沙也不是施志成，为什么特别讲到它呢？先来看它的基本面啊，前六个月营收呢创下历史次高，筹码结构有利多方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恩典帮我敲一下大户跟散户。对，400张大户跟400张散户，其实它的筹码结构非常的漂亮，因为呢大户的持股有没有看到是一路往上做增加的？对，散户是完全反向。是。散户持股完全反向。那中沙我们简单讲一下它是做什么？它是做这个切割晶圆的那个钻石刀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需要堆叠的技术嘛？那堆叠，请问你那个晶圆要不要切薄？其实它是要的、哦，它是需要去做修正的、哦，好，是需要做修正。那所以说呢，它这个钻石刀就非常重要，同时在晶圆下方有那个叫做这个细介质，也需要去磨薄。好，然后呢，大家注意到一个重点，大家都说很多的厂商它是台积电的设备厂，但设备厂很多设备只要买一次啊，我买一次我可以用3年用5年啊，但是这个钻石刀它是属于耗材，就是跟我们平常用刀片一样嘛，你磨了不利的你就得再买。所以我认为在这个 AI 大幅度的去增加需求的这个当下呢，其实中沙是有机会来做一个表态的，好，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好，我总算知道为什么今天股价都杀下去啦，因为是中沙害的，你推荐这档股票隆重抬落去啊，隆重杀下去，中沙就对了，中沙、不错不错，这个梗就还好，对。好
比那个母牛上面的比我的牛龄好啊，比我、我的牛龄比较好。对对对，老的牛熊也不错啊，牛熊还可以啦，这衍生出来的嘛。那节目上还要多给你两分钟想梗。梗都厉害了啦，像陈彦老师一直想梗，我跟你讲，他把后置剪一下，感觉梗马上就出来。对啊，对哈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陈彦老师有资格讲我吗？你想今天想什么梗啊？我还在想啊，你的梗，你会有梗啊？我是没，通常是节目一开始想到后面才会，我有创，我没有创意，快结束了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就是他自己不知道问题，因为他一吃那种炸的啊，饭吃太多，他就没有梗了啊。对对对，不能让他吃太多，我可以把他一直阻止我。我有时候录完再吃嘛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说中沙这些股票嘛，对，中沙的股票。所以你觉得 AI 概念股有可能最慢是一两个礼拜整理？是。可是 AI 的 CoWAS 你觉得题材不死？我觉得题材会去想。好，那我想这个最坏，如果连 AI 的 CoWAS 都一起回档呢？那大、那就要稍微注意一点，那就不止一两个礼拜了，好不好？那强势股就用十日线，好不好？最差你要用季线去看一下，都不太能。这些线型很简单，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些方向性。台股再创高，八月见万八。现在先不要想了，我们先看哦，先创新高后拉回。不过我们福利社以前有讲过，哦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大盘来看一下，只要创新高都是好事情。好事。哦，因为创新高后有人就会卖压嘛。这一七多少？四六七吗？哦，四六三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好像视力测验一样，一七四六三。其实看起来这台湾股市是创新高后拉回，所以不必紧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个单元，来。热门我最贴哦，波洛威跟艾普哦，来，是第一档，我们来看波洛威。讲到波洛威，上个礼拜我来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我在还没有创新高之前来那一天，制作人帮我圈出来，讲完之后连续三天飙出三根来，三只有没有去过？三只潜水湾，三峡有没有？三峡，你取取这烂名字，三只潜水湾代表股票要潜水的啦。三只，三只涨停板，不敢讲的，三只不敢讲潜水湾的。三只我讲别的，对对对，我下次讲别的。对吧？那潜水湾那边房价不行哦，房价不太行，股价还行，股价还行。那其实我讲过，我们讲这操作波洛威要怎么看？因为其实它跟上泉跟华星光这两档也算是今年的很标的标股，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产业。但是呢，波洛威它是当中获利最稳定，获利最好，营收最漂亮，毛利最稳定的，凭什么它的涨幅是落后？那动辄其他两档都涨200%、300%，波洛威其实今年还涨不到100%。我认为落后补涨，这是它最大的题材。那今天其实盘中是有碰到涨停，啊，只是最后都跟着大盘。有啦，上礼拜你有比较说买大看什么？对啊。看大买小哦，看大哦，看大买小，对，看大做小，看大做小。对，我认为说波洛威现在的这个位阶还是可以留意的。好，对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。好，是好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艾普啦。因为其实我们讲，大家讲 AI 嘛，有些人只是沾到边，可是其实纯度很重要。那艾普大家想象说，就是它是一个这个矽制材的股票嘛，可是不是哦，因为其实它这几年在做这个异质整合，就是高频宽记忆体啊，以前是叫这个 HBM 嘛，哦，现在变成叫 VHM， 就是专门为了这个 AI 高效运算所做出的这个异质整合，其实它是做得非常成功的，算是已经是业界首屈一指了。那然后它其实在近几年，它会持续的去推动，说在 AI 的这个占比会拉到50%以上，所以算是很纯的 AI 概念股。那我们看相对位阶，其实今天也才算是起涨之后的第三根吧，我觉得这个位阶也不算高，后续还是可以留意的。好，后续还是可以留意的。好，不好？那请教下一个，嘉颖老师，老师来利用利用优群跟高技，请优雅的你来介绍优群老师，有什么介绍这档股票？优群它是 AI 伺服器连接器的概念股，那它旗下的那个微型冲压件打入了那个 iPhone 15的供应链，然后获得 Meta 的新订单，然后全年的营收有机会翻倍成长。那法人预估他的目标就有机会到170，那导播可以切一下 KD 指标，就是他现在 KD 指标在低档才刚刚就是交叉黄金，交叉向上，所以我觉得他有机会，因为今天大盘跌，就他还没跌，就有机会突破144块，哦，就有机会突破，哦，所以你就有机会是目前为止是、啊、好，还蛮有机会的，因为他全年预估营收会翻倍成长，所以股价应该会带起来。好，而且你说好像还没有反应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他以前算瓶盖股啊，哈，可是看得出来最近有买盘在进驻哦。但他现在变成是 AI 连接器也有，对，所以 AI 连接器这一块也有，有没有可能发放到连接器？像之前友达涨的时候，你说AI 面板也涨了，像挂个 AI 两个字也有关系。不过真的是有机会 AI 连接器的一个题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档股票，老师。啊，高技怎么看？好，那高技今年是搭上政策面偏多，有电动车的题材，
那它是 PCB 大厂里面就是唯一一个第一季营收获利就是双创成长的公司。那无论是五月份营收、六月份营收、第一季、第二季都创历史新高。那可以看到它现在月线是上扬的，季线也是上扬的情形。那现在就是量缩持续的盘整，等待出量之后就有机会往117.5元做一个挑战。好，好哦，你就那个等待这个机会，有机会突破这新高高季，好不好？陈彦老师来的看一下，伟创身心受创，哎，你们两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有没有蕊？这个有没有蕊？这个没蕊，没蕊哦。哎，你看我们时间点这么密集啊！你看，我讲过我们两个都射手座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是学我，好不好？他就是没有创意。我跟你讲啊，有些人、哦、不要解释创意，就喜欢往脸上贴金、啊、我跟那个，对对，你再回去看导带哦，我比他快要一米，快一秒是吧？没错，你真的比我快，啊、这个我承认。快一秒，我们上次上厕所，他也比我快一秒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赶快进入正题，好不好？今天整个时间非常的紧凑啊。是。实际上，上个礼拜我记得在福利社里面就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关锦碧大哥出狱，不是出狱，出关这件事情，其实有提醒大家。老师，你知道那个出关对不对？现在不都坐牢吗？你坐牢来写一下，坐牢怎么写？英文？坐牢，牢监牢怎么写？监牢英文 jail 啊，jail。对啊，有没有到？aii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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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哎呦！哇！哇！我命有梗哦！哎，有梗哦，有梗哦 ！AI 这边哦 ，AI 会大字哦。对，哎，你看，但是这个后面那个 L 是长红还是长黑？好啦，你看，你说那梗硬要接，不是他就是一个东西都不好笑，他硬要讲。我们没有，我只是要顺着你这个，我要继续讲我的东西啊。好好，对对对，好，你不要破坏我的节奏，好不好啊？那我今天还没吃饱，所以我是有精神的，我会反扑哦。我跟你讲哈，那长红还是长黑就变得很重要。你注意看这两天哦，因为今天是出关的第二天哦，其实第一天就没有往上喷出，我觉得心里面大家就要有点警觉性，因为过往一旦出关其实是往上喷的，按照过去的经验。对，我们那时候讲啊，出关完以后跌，大概就不是对的哦。对对，那结果今天你看整个大翻转哦，那我觉得不要在这里再抱有幻想哦，我真的讲是这个样子哦。那不止这样，你看今天是一连串的哦，一个就是去外面要接他接哎、欸、那个关出来不是要一排车去接吗？接风就接风。等一下，我插播一下，那个拜托主持那个恩典，你尽量就是固定的线，我们今天就是月线跟十日线，好不好？是不好意思，网友会混淆。好，您继续说。好，来，那不是有一个大哥没被关要去接他吗？就是广达。结果他自己也挂了，然后你看，等一下看一下广达的一个状况哦，他自己也挂了、哦。对，但是基本上哦，如果我们要去想哦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哦？就是大家都知道涨多了，都一直在想啊，他到底什么时候要跑？那我们在节目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你知道我们在节目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你啊。不是我啦，你没有创意、啊，是那个鸡排太干太硬了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节目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好心的提醒大家。对，我们是用十字线嘛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算嘛。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，我们提醒到市场也发现，这个好像真的要小心。所以今天有什么卖压？因为它跌破十字线，大家都看十字线啊，没错，是不是、啊？你看，大部分看十字线、喔，你看今天跌破十字线，大概差不多150元的时候，我们到对过去嘛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你看我一算，看走势图，你有没有看到跌到150元的时候？是宣泄的，对，是不是厉害？基本上就是到最后一刻，忍不住的那一刻，整个爆发出来。对啊，这更低啦，就是这样，148元是差不多。基本上是这样。你可以跌破的时候，而且那种爆发的威力一旦出来的时候，跟泄洪一样。颜色我们再画一下，对，泄洪好啊，可怕了。泄啊，那个好，泄成液嘛，泄洪。对对对，可怕了，可怕。我们颜色不要那么深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这个哈，这个叫泄成液老师泄洪的。对，没错。你看，果然跌破这些148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对，今天的这个十日线价格多少？146，那没错，没错，你可以跌破148、146，是不是就马上跌停了？就是那个括约肌没守住就破了，就是这个概念，好不好？你觉得好笑吗？无奈是不是？无奈，你有 me too 的感觉？有哎、欸，无奈是不是 ？me three， 可是我刚刚想到的是不是？玉凯老师的括约肌，玉凯是这样。玉卡是什么括约肌？他在 me too 我、欸，他居然想到我的括约肌，还在节目上讲出来。哦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我们专业节目不要理他、欸，来，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快点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广达。好，来、欸，好。那所以我觉得现阶段，我上要顺便看一下广达。对，就看一下广达看完了吗？对，一样的一个状况。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哦、喔，
面对到这几个领头羊都出现了一个反转，我觉得短线上也不要抱着一个我们叫做侥幸的一个心态啦，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好了，那个伟创，那后面伟创有没有伟创升息受创？创意有没有创意？英业达，英业达哦，英业达看一下哈，因为他八月二号主导会啊，八月二号也要出关哦，这一段剪要特别注意一下，要特别注意一下，也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因为还没有出关已经出问题了。好，后面对对对对对，哦对，英业达啊，对，你看我这认真在讲，你是不是买了英业达变阿达？对对哦，我们看一下，要提醒大家好不好？那再来就是说，从创意所延伸的效应，我们觉得有一点在扩大，就是 AI 所带来的整个 IC 啊晶。这种所谓的高价股啊，创意的高价股，然后变成是说，哎、欸，你的营收好像没有如我所想的，你的营运状况，像四星也受到这种拖累，那也确实我看到它的月营收也开始有点转向、喔、那也出现这种破十日线，甚至你看它月线都守不住、喔、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些高价股的反转，而且有很多人会说，哎、欸，真的会吗？你如果把它缩小再缩小、喔、它其实从600块涨上来。欸、也涨了3.5倍、欸。嗯，这就是我们福利社提醒大家，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伟创就好了。伟创一样或四星一样，好，不要四星角，四星角，不要、啊、不要四星，四星你买500块买，我今天跌到2000块，我就算今天跌到2100或破2000块，我随便卖，我随便赚呐、啊。可是如果你是买在2200的人，就不是这样。所以2200的人也会紧张，也会多杀多啊。绝对会。还有卖在绝对会买在500块，买600块，买1000块，买1500的人。他也不怕啊，对，一个是恐慌的卖，一个是随便卖，所以这种为什么多头行情就是缓涨急跌？所以今天有点开高走低，其实反而这是符合什么？缓涨急跌是多头，好，大家参考好不 好？谢谢老师，好不好？陈毅老师今天你看又学我，有没有创意？没有创意，你看连身心受算都同一秒钟，大家看一下 VC 好不好？陈毅老师，你有什么爱学我呢？是因为我们只是呼应前面节目一开始的梗。好，那为什么刚好讲到同一句四个字呢？你们两个默契好。基本上齁，我也不想再多做解释。灵魂伴侣，他解释解释有用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元股市甜甜圈，焦点股帮你圈。哎，圈圈老师，哎、欸，我刚才那个陈老师最帅的是哦，我跟你讲哦、喔，等一下，我今天可以随时怎么样？我肌肉我还没吃完，我随时可以推翻你，还是怎么讲？忘记，随时可以怎么？啊啊，你随时要吐你哦、喔，随时可以吐你。今天还没有吃，没有吃饱的睡意哦、喔。啊。老师你好，老师，我们那个三个臭大男人，你会不会受不了？不会，不会啊！老师今天新衣服哦、喔，来，大摩报告，伺服器啊，出货旺啊 ，PCB 铜箔基板跟着旺。老师你，老师那个，你老师你客气了，你帮我讲一次好不好？因为我讲话大舌头。好好。大摩报告伺服器出货旺 ，PCB 铜箔基板跟着旺。哎呀，女生声音管得比较好听，顺顺、啊、是不是？比 Coco 声音好听一点，真是好听。哎，好。哎、欸，玉凯，你很敷衍啊！你记起来，好、哦，玉凯认识你那么久了，就那么敷衍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老师你怎么看 AI 伺服器？就是 AI 伺服器出货大爆炸嘛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其实沙特阿拉伯今年有增加云端的运算投资，所以2030年会达到130亿美元，这就是新增的。然后美国的大型云端伺服器的那个厂商也增加资本的支出。所以说，对于 AI 伺服器的订单增加之下，它的关键材料 PCB 就会可以收获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些人都敢投资。你看什么姆巴佩、嗯，不知道什么几一年几百亿耶、欸，几百亿的那个合约、欸嗯，超夸张，几百亿都敢投资。所以你说沙烏地阿拉伯这些中东国家真的是钱没处花、啊，但是投资下去可不得了哈、啊。你继续说来。好，然后看下去下面。就是微软、脸书跟 Google 都增加资本支出，但是脸书的部分虽然说下修今年的资本支出到270到300亿，可是它会加码 AI 的投资，所以脸书其实是加码的。那微软的部分年成长率也有50%到55%，Google 的部分就是第二季为69亿，也是投入在伺服器里面。哦，你讲到是资本支出这一块，对对对对 对, 對, 對，嗯。好、哦，微软好像百年差不多70几亿而已，结果第二季变107亿了。嗯，每个人都狂砸，难怪 Nvidia 的一个营收这么好，每个人都买晶片了、啊嗯。所以这些狂砸的会告诉你说 AI 伺服器这一段不错，这是好事、嗯。那我们来继续看下去，那可是跟 PCB 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 AI 的主流股哦，好、哦、涨势不断了。AI 的主流股从5月以来涨幅，广达、伟创、英业达跟技嘉都有100%以上，嗯、就英业达也是逼近100%。
所以这些股票其实就是涨非常的多了。那我觉得说这些股票涨很多了，一定会回档，就像今天的那个创意跌下来一样。嗯，好 ，Coco。好，Coco 你有什么问题？有，我有问题，老师对，没错，今天这些 AI 股，你不是这陈毅老师的话，对，你不要用你的手一直去吐你的头啊。对啊，这是陈毅老师才有问题，你没问题啊。我没问题啊、哦。你有问题要问老师就对是。对，我有问题要问老师，但是我这个人没问题。嗯。你看，笑得很开心啊。陈毅老师不敢，不知道他该说什么，因为最有问题是他，因为我看他手在头上一直滑这个动作。好，好，怎么了？你有什么问题？你有什么问题？啊，我有什么问题？对，老师，我想问、因为那些 AI 股不是涨很多吗？现在都回档了。那如果要止稳的话，我们要看什么指标？对，我觉得先看创意有没有办法在季线止稳。哦，季线。对，因为今天他们下来是因为创意带下来的。刚、才那句话不是他讲的吗？对吧、没有啊、可是这我之前之我在录之前就已经先跟他讨论好了、我就觉得很有道理。你们三个人讲不讲的一样？到底你们？可是我说季线会守稳，我没有说要看它季线会守。什么？是吧？我说它季线会守。哦，你觉得季线会守？可是季线回撤一次就 OK 了。我们看看，再看一下创意的季线，好不好？老师。对啊。老师，这季线很远呢。因为我觉得他递延的订单是未来还会认列，他不是不认列。对。所以他这一笔还会再认列、我看一下，这边有跌停，要画一下一条线，跌停在这边。对啊。所以你觉得季线？快要到了。你觉得季线？你的意思说你比玉凯老师敢预测？季线有没有？你就会守稳，接近它的时候就买了。我觉得在这附近会打底，因为它季线上会不会破？支撑的力道告诉我会不会破？破了之后再上去。那一样是要守稳啊！那你们三个讲的都一样啊！请看 VC 啊，英雄所见略同嘛。原创啊，帮我加。我跟你讲，所以看我们今天最好笑的梗是我上面三个绝无分店，好不好？帮我打绝无分店。我们今天标题叫三个没有创意的人在讲创意，对啊，完全没有梗，对啊，那个一样。好啦，开玩笑，可代表什么意思？我在讲，因此英雄所见略同，好不好？创意基本上这边季线后守上去了，再买。你怕的话就怕季线上去，比如跌破了，不要怕，1525站上去买更好。好、最怕是要跌不跌的，然后跌下去有没有站上去有没有下去以后再站上去季线再买。好，目前是1525。好，谢老师，咱们继续看来。好，所以你头先看创意哈。其实我觉得伺服器就是喷出之后啊。老师，为什么 AI 伺服器这一块，为什么你又觉得 PCB 的族群还会喷发？因为我觉得也有散热啊，为什么你要 PCB？ 是因为它還没涨吗 ？AI 跟伺服器都大涨，那 PCB 比较落后，上个礼拜才开始动，所以我觉得 PCB 会接棒。哦 ，AI 伺服器里面很多零组件都已经涨了，好，比如散热的啊，或怎么样，或一些晶片的都会涨了。可是你觉得现在 IC 载板或者是说这些相关都涨过了 ，PCB 都可是 PCB 比较落后一点，所以还没有涨的也会涨。好，對對對對，老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继续说来。然后去年全球的 HDI PCB 的市场是已经达到82亿美元了。对，然后到2028年市场规模会有机会到115亿，所以年复合成长率有 5.5%，然后对下来看下面，那 AI 伺服器的主板层数提升20到30层，所以铜箔用量会是传统伺服器的1到2倍，单价提高5到10倍，所以金相电的伺服器营收占比重最高，所以金相电已经就是大涨之后。另外，跟金相电做类似东西的也会受惠。那 AI 伺服器的那个 PCB 的板数越高，然后成本就越贵，单价越贵，营收获利就会越好。好，对，所以你就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老师，我们继续看一下。然后嘞，那这边所以产业要升级啦。老师听说，對，哇塞，老师这个铜箔基板这个以前才60亿美金，因为没什么毛利呀、但是可以看到，就是说现在辉达超级电脑的 A100 跟 H100，无论是载板 PCB 跟铜箔基板，供货都价涨7到10倍，所以这些供应链都可以做受惠。哦，对啊，61到570算一下，9654差不多就变9倍了哈，所以价涨到9到10，差不多有9倍多了哈，所以涨蛮多的，毛利也可以增加嘛，对不对？哈，7到9倍多，快10倍。好 ，AI 主流狗 ，AI 主流股累了啦，都是陈毅老师啦，陈老师累了啦，一直害我没有创意的人，嘿，来，你看哦。我们的梗他接不到，
然后就一直吐我们。你有什么梗？自己讲错，然后又要讲来。但你今天什么梗？说没创。你告诉我你今天什么梗？你在转移焦点、啊。你告诉我什么梗？是不是？我还有那个。你在转移焦点呢、啊？我刚才不是讲了一个 Cowbell 吗？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。Cowbell 是我讲的。讲的。好，这就我讲我的梗是，你不要再像母牛上了。他刚才有一个梗不错了，他就说牛铃铛。对，你就牛铃铛，你不要再牛铃铛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是不错。对呀、啊，再来我就单你喽，还有单你喽。不错了，不错了。来，啊是啊，这个后市看涨吗？这股价就这样垫，对，已经涨那么多嘞。对，那因为那个就是金像电是五月涨了72%，然后铜箔基板台光电跟台药一个是涨153%跟88%，所以我觉得铜箔基板上的材料金居只有涨18%，所以相对会有比价效应，会有落后补涨的空间，可以留意是8358的金居。金居哦，有机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看金居，因为金居涨最少嘛，金居才敢涨金居18%而已嘛，来。对，然后金居是光宝科集团的股票，然后受惠高频包数的营收占比重25%到35%，那因为 AI 伺服器会带动它特殊铜箔的需求。价格刚刚有说比一般伺服器高有到最高有到9倍差不多，嘿。对对 对，然后它现在英特尔跟 AMD 的伺服器平台七月起开始贡献营收。那看一下，它比较属于 AMD 阵容的啦，不是超微的，不是那个 NVIDIA 阵容的啦。对对对对 对，所以老师，我们看下技术线图来。好，那可以看到它才刚刚涨上去，然后又回档了，所以在它、根本就涨不多啊。对，所以在月线附近，我觉得可以有机会，因为所有 PCB 都要运用到原料，原料才是头。所以头的部分如果有涨到的话，头的部分老师你不要讲头的部分，头啊就是头啊，哦就头，哦就圆头，圆头啊，因为那些基板的圆头都要材料啊，你头就是头，你为什么要跟这些圆头就是圆头，你为什么要跟这些人圆头圆头，老师头就是头，老师你为什么要跟这些人头流合污呢？头流合污，好不好？好上流的源头嘛，好对好，然后投信最近有在琢磨，老师你可以挂一点点，好没关系，他的源头真的是源头啊，不是一个笑话，笑一次就好，讲两次很难笑，真的，你看玉凯真的讲两次很难笑，不是我帮你吐槽你这个梗，不然大家笑不出来，真的吗？这你需要我、哎、真的检讨啊，玉凯，这是谁？我笑两次吧，好笑两次，来，然后投信最近有又投，你是这个投吗？投信。不是投信只进不出，适当就好了。你老师都讲不下去了。不像我投信，本来我们已经很认真，我投信要解盘了，我你又要扯东扯西的。我是新的梗啊，人家制作人已经一直画圈了。我是新的梗，害得老师自己都尴尬了。啊，你知道得浪费几秒？是是我讲一个投信的投，哦、你讲了这30秒，是不是？你很逊，哎呀、啊，来，而、啊、是投信不是个投，哦。好投信整个整周都只进不出了啦，好好，所以说会涨嘛，就这样。哦，好，只进不出啊，看老师都生气了，你看，我很开心，这是他录这几集来最有表情，最有表情的一次、可是很有震撼力、啊，有啦，哦，对、啊，所以下次我们就把他弄生气，对啊，不然你平常大家以为你都不笑，哎呀、啊，好、哦哦、不好哈、哦，很有气势，以为看到狗都看到狗都不会笑，不狗也能笑。我的笑话是不是比那个陈毅老师好？对不 对, 對，还不错，对，不跟狗言笑。来来，好来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来。那台光电，台光电是辉达。哎，投信也买哎、欸。对。哎、欸，这投信是不是？对，投信35天买，扣除前天卖掉，就是都买，然后买了1.1万张以上，就一路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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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目标价上调500块钱。哇。好夸张哦！对，好不好？然后因为最主要是第二季的获利成长1.083倍，对，那股价有可能就是涨一倍啊，跟营收一起反应。那已经涨一倍了吗？已经涨一倍不是吗？对啊，可是它500块还没到。哦，之前最低200多是不是？对，一倍啦，460啊。那它还有机会啊？哦，还有460机会，至少还有一些价差。它433啊。对。哦，我懂意思。你就从235来算的话，哦、你觉得如果上调500，哦，你说法人的目标价，这是谁的目标价、法人的目标价？法人的目标价。啊、哦、，OK OK， 好好好。所以投信也，这你是投信买的很凶。投信他没有卖的话，就可以放大放大。好、啊，谢谢你，你告诉我们现在股票，只要只进不出啊，只进不出，哦，比金居更来的更特别啊。好，我们最后看一档股票，我们迅速看一下，老师。台药的部分切入 AI 的这个 CCL，然后刚说单价为一般 CCL 3到5倍，那它其实就是转机股，因为由亏转盈，第三季的营收毛利率倍增跳，所以目标价有170块钱。
对。好，目标价有170块钱，好不好？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些。谢谢。好，老师，老师今天不错哈、哦，是这个刚才他很生气说啊，就是一直买资金不出啦，就是、对，是不是？陈彦老师能把他用生气也是厉害的，没有是我啦，这个我是不像陈彦老师乱怪别人，好不好？所以如果觉得节目很精彩，好不好？好，觉得我们福利社很厉害，好像吃了无敌星星以外，哎、有没有觉得很专业？今天有趣又好玩，又好玩好好又好笑。你买进伟创，到买进伟创到底要兴旺还是想睡喽？首创啊，不要这样子嘛，好不好？累了啦，录那么久 ，NGG 20次，我看没有。这电影频道开启小铃铛，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上线，一三五解盘影片，二四教学影片，这样子话，谢谢欢迎疯狂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飞飞飞，呜！大吉大利多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财神爷我都亲自降临了。是不是？玉凯老师唱歌，然后歌神等级，买就买就跳，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。疯狂股市福利社，提前告诉你。最重要，杀最低，谁有改掉的坏毛病？疯狂股市福利社，你的财富 free。OK， 想要更好的生活，该如何财富自由？谁能快点告诉我？原地踏步，又让机会错过，怎么打呼？感觉好像盯着我。最高杀低的经验真的痛，培养纪律，掌握趋势 ，My don't。Oh， I know， 看多看空，春夏秋冬都有人陪在你左右。买就喷，买就跳，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。疯狂股市福利社，提前告诉你。追最高，杀最低，谁又改掉这坏毛病？疯狂股市福利社，买的财富 free free free。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，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。